所以你今天这双鞋是？这已经是我最贵的鞋了。这双鞋就是我只有上节目才会穿。你是那个都还在啊？我拜托你撕一下好不好？你知道有一些人会穿很棒的高跟鞋，然后站抬起来，它那个上面那个名牌，你也在，或者是价钱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